不是吧，大姐，这次和渔舟学院的较量我赢得这么漂亮，连奖励都不给吗？正经点，我找你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。我的闺蜜楚家的千金，也就是你的姐姐楚云云，希望你能回去继承家业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该不会是看了什么霸总小说走火入魔了吧？就像这样，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的身份云云已经告诉我了。楚家现在内斗不断，急需人主持大局。论血脉，作为楚家嫡孙的你是最有资格的人。既然你知道，那想必你也清楚我不回去的理由。楚家苛待我父母，我们早已恩断义绝。然然，这家伙是谁呀？竟然敢这么大声跟你说话。赵天明，谁让你来的？这里不欢迎你。这是对自己未婚夫说话的态度吗？什么未婚夫？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咱们可是有婚约的，就算你不想承认，可这也是事实，不是吗？那些不过是小时候长辈们随口的玩笑话。赵天明，我们不合适。不合适？我赵天明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除了我还有谁配得上你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没见过。你就是楚毅吧？来之前我可是听了不少你跟我家然然的绯闻啊。不好意思，不是绯闻，我和秦然确实在交往，跟我演下去。没错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赵天明，我们没可能的。秦然，你先出去吧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男人间的事情，我想和赵先生单独聊聊。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小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今晚之前离开江城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秦然只能是我赵天明的女人。哎呦，我很害怕呀。哼，知道怕就好，我赵家有钱有势，你一个穷鬼拿什么跟我斗？识相点儿，你就哇，逗你玩玩而已，你还认真了？你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哪知道你爸是谁？难道你妈没告诉你？楚毅，我不会放过你了。是吗？认识这个东西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放心，今天只是给你个警告，以后别再打秦然的主意，否则身上少了哪个零件，可就别怪我了。喂，我在你们江城学院门口，赶紧给我滚过来！楚毅，敢得罪我，有你好果子吃！赵大少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谁这么大胆伤到您？少废话，我让你替我看着秦然，你连他有了新男友都不知道，是干什么吃的？我只知道他跟新来的楚毅走得挺近，但是并没有听说有男友啊。你个蠢货，有人给我寄了照片，他们早就搞到一起了。哎，您先别生气，这中间一定有误会，我拿性命担保，楚毅和秦院长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我的问题？不，您放心，下个月就是转正考核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赶出学院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次要是再办不好，你这副院长也不用当了。